这广州的天气还有点冷啊，吹着小风。小胖还有几分钟，还有十几分钟才下班，我在这里等他，停在厂里面。找个西装穿一穿喽、哦。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还从来没穿过的，跟你讲。正式西装穿的。啊，正式西装还从来没穿过。那个带你来这里呢，嗯，是有个目的的。什么目的？目的就是给你买一套衣服。给我买？啊，对呀、啊、我很多衣服的。很多衣服是你的吗？我还从来没给你买过嘛。就没看到我两那么大的柜子吗？那是你的噻，我没给你买过噻。小胖，嗯，要不这个买一套，这个休闲穿着好看呢、啊、你。我有啊，这种你没看到吗？这种风格我有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那你自己选吧，好不好？你挑吧。这个咯。哎呦，这个咯。这个不适合我。哎，这些挺好看的。你是比较喜欢穿那种有气质的衣服，但是这个我看的都还可以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阿爸啊，去二楼看一下吧。二楼是什么？休闲的。休闲的、嗯、我穿这种啊。嗯，类似。那可以啊。上楼。慢点喽。摄影师。看着看着。摄影师称不称职？非常称职。啊，非常称职，所以说现在拍的显得我非常非常的高啊。还行。以前你不是说我是小短腿吗？没有，是因为拍的太近了，所以就是拍出来小短腿的效果。你好，美女。你好。Hello。依家几只？3件5件。5件4件啊？咁2件呢？哦，哎，大鹏，嗯，那确定给我买衣服？嗯，干嘛？你准买这个吗？对，买这个吧，买我们两个买一样的好不好？他现在2件有6折，三件呢？3件5折。啊，3件就5折。3件5折。嗯，4件呢？4件系。哦，咁啊5件呢？5件。哦，就5件。他现在是两件就5折。6折，3件就5折，4件都是5折，然后5件就4折，还挺划算的哈。嗯，这个折扣力度比较大。这样吧，我们买2件好不好？我们两个一人一件。我跟你买呀，你买2件干嘛？我有啊。你有，我们俩穿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穿个一样的衣服。你要搞情侣装啊？天天小情侣叫的那么甜。可以。你送去小哥那里。可以，这可以的，这个提议不错。谁挑？你挑，你看，我相信你的眼光。OK。你是要哪一种啊？我，黑色怎么样？你觉得？这个衬衫还是这些 ？T 恤。现在天气还不是很。哇塞。嗯，这题还挺好的，对吧？挺厚的。嗯，这种的话又可以打下底，就平时又可以单穿。嗯。秋天来了又打下底，外面套个防晒衣，对吧？嗯。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哇塞。这件你不觉得很熟悉吗？后面的花纹挺那个的。你不觉得这件衣服很熟悉吗？我熟悉啥子啊？我的那个衣柜没看到类似的 T 恤吗？哇，那我哪记得到哎、哇塞，这个还有没有黑色？那边看看。哇，那么全部黑色拿出来给你看吧。哇塞，我再全部拿出来，然后你再慢慢的选，好不好？
比较贴心啊，你这是。哎呦，哎。哦，大鹏，原来男朋友买衣服是这样子的。那怎么买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你要黑色吗？我就把黑色全部找出来给你看喽。好了好了，我来挑吧。咱们先把我全部拿出来给你看，没事。嗯。黑色全部挑出来了，我要那个后面有花的。这个呢，看一下这件，先放在这里一下，我不要跟他们搞乱了。看一下，嗯，还再给我看一下前面一件啊，先放在这儿吧。嗯，不要。这个还行，这个，这个还行，那暂定，先放在这儿吧，先给你看吧。质量怎么样？质量还不错的，嗯，质量不错的。嗯，不要。嗯，不要。这件。这件。这件呢？嗯。这个呢？不要。喜欢这个是吧？嗯。这个也喜欢是不是？比一下。哦，那个，要这件吧。这件不也挺好的吗？不是喜欢吗？我要这件。你喜欢两件，给你买了。不。他告诉两件不是多少折吗？我们俩买情侣装，就买这件，两件一样的。没事，这个买给你，我不要。不，刚刚说好买情侣装的，你忘了吗？哎呀。没事，你就拿你两件。不，我要这件，我就要这件，我只喜欢这件。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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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吧。你穿这个是 XL， 你穿 L 码的对吧？嗯，大码就可以了。美女啊，那美女呢？再给你买双鞋子。不要，你都是专业，你那里的鞋子那么多，我还差鞋穿吗？我这不是来给你买的，我也得捡了个便宜，感觉我也跟着你一起买一件新衣服穿。哎，你不觉得两个人穿一样的衣服，你不觉得很有 feel 吗？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，是吧？哎，买个这样的挎包给你吧。哇塞！是个卖鱼的。我从来不喜欢拿包包啊，包或者是背那个挎包啊，不喜欢，不喜欢。不是，是你的衣服不配。嗯，对。大鹏，嗯，走啦。再看一看上，你就买这个，买这一件买的这么快，秒买。一般女孩子是挑来挑去，东挑西挑，你就是走上去，我就说去你看一下，你就直接把它给买了。因为这种衣服都是，它都是有码数的，我都知道自己穿什么码呀，很快。但是我的想法并不是给你们买这种 T 恤啊。但是我需要的就是这个。我觉得还是要买一点其他的款式噻，这个太简单了，对不对？走过来就买了。我觉得还是要搞个一套或者两套那种秋天穿的，马上不是秋天了吗？是不是？这里马上冬天这边也冷了，是不是？那就买点秋天穿的。广州这边不就是穿秋天的吗？冬天是不是？所以就买点那种加点绒绒的那种的，或者是说那种套装啊。大鹏，嗯，我知道。首先第一呢我有，第二呢这个时候买是不划算的。怎么会不划算呢？你开玩笑，这个时候秋装刚刚上市，刚刚上市的话呢它根本没有折扣。你没看到我们买的夏装吗？它是有折扣的，对不对？那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等过一段时间它的那些打折了我们再来买，同样的价钱可以买两件。哎，不是的，我妈都说了，过日子要精打细算。我才不管你嘞，精打细算，走了。不，哼，你看你，不是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你，第一我都跟你讲解释了那么多了，是真的，你相信我，我们没有必要浪费这个钱。第二呢，就是到时候会很多的款式出来，那这样吧，不急，这样吧，嗯，再买点其他东西给你吧，走吧。不要，走了。
不要走了。这我发现这个上面没有啥子了，我们到其他地方看看好不好？上面没有啥呀，这还有哪个地方有地方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不就不带你去，我自己找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有三楼，我去看。不去。走。不去。不去也要去。有多少的缘分？这首歌用我的。